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我要繼續就行政長官辦公室總目21有關行政會議成員薪酬酬金嗰度作一些補充的。剛才上一次發言我有講過話關於雙料議員的人工的問題啦，我就話因為他們在行政會議就是打折出糧的這樣。咁原來我這個講法同事實是有少少差異。咁頭先有位雙料議員就傳咗一個紙仔俾我，佢就話唔係咁嘅。實際情況呢就係佢喺行政會議嗰度呢係出全薪嘅。不過呢佢喺立法會嗰份人工呢就會扣咗三分一，即係三分二出糧。咁數面上呢就唔關行政會議成員嗰條大數事。但係呢其實都係嗰個荷包啫，即係香港市民公帑個荷包。咁我哋喺立法會呢邊減返佢三分一，咁都係慳咗條數返嚟啦。咁但係呢這個就事實說話咁講，但係其實呢我哋呢三位雙料議員呢其實佢哋出席率呢都唔係行政會議裏面呢啲非官守成員最差嘅。睇返呢出席率最高嘅三個議員，剛才講咗張志剛就 100% 啦，胡鴻玉96%，咁李慧瓊議員都95%喎，咁真係要俾個讚佢喎，即係佢三料議員添喎，都可以有 95%。咁其他兩位雙料議員林建峰92%，葉劉淑儀89%。咁即係呢個當然你睇到唔係一定係雙料或者三料就會出席率低。但係呢個睇返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呢其實係睇到個出席率嘅啫，即係睇到個數目字，但係又就唔知個質素。我哋對行政會議成員嘅監察係止於此。咁另一個問題呢，之前我係冇交代清楚，就係關於當其時呢有議員問到行政會議成員出席率嘅時候呢，官方答案話由於行會非官守成員可能因為個別項目涉及利益衝突而避席，單純統計出席率不能準確反映成員嘅參與情況，因此秘書處一直冇回編有關數字，但考慮到有議員希望得悉，秘書處就翻查會議記錄作出統計。咁佢除咗計咗個出席率之外呢，有一個叫避席率呢係比較少人談論啲嘅。咁我覺得喺討論到削減行政會議成員開支嘅時候、酬金嘅時候呢，呢個避席率呢都係要攞出嚟討論。梁振英自2012年7月1日上任至到今年3月底，行會呢總共舉行過由佢上任2012年7月1日至到2013年嘅年底，佢避席率又唔係計到3月底喎，出席率佢計到3月底喎，呢啲數真係得意喎。避席率就係上任計到去年年底，總共舉行了69次行政會議，討論了365個討論項目，行會成員因為涉及利益衝突而避席討論了99個項目，總避席人次次數248次。大家記住這個248次這個數字，相比於2011年37次會議247個討論項目，當時呢當屆的行政會議成員呢避席率呢只是26次的人次。當然他這個包含就年半啦，2011年那個呢應該個數就統計了一年而已，但你看到那個避席人次的次數呢是相差很遠。剛才我說梁振英任期之內去到去年年底是248次。再計返對上一年2011年呢是26次。嘩，點解會避席咗咁多次嘅呢？當然就因為有利益衝突，講到嗰個項目就唔可以俾佢知㗎嘛，如果唔係佢偷步買車、偷步買樓、偷步買地，咁梗係唔得啦。但你睇到我哋呢個行政長官去委任入去行政會議嗰啲成員嗰、那個利益關係瓜葛千絲萬縷，導致是要避席248次的。第一，這個已經是問題，即是有報的那些就是你知道的那些就是有得避而已，沒有
冇報或者嗰啲間接佢老婆外家唔使報嗰啲都唔知幾多次。第二呢就係避咗籍到底使唔使扣人工嘅呢，呢度係冇交代。我哋而家進入緊財呢個特別全體委員會特別會議討論緊呢個項目嘅時候呢，我相信我哋手頭上嘅資料呢都冇交代。因為呢個避籍率係今年呢我哋問到即係層層追問問出嚟嘅啫。咁大家覺得係咪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呢？我再講一次，當我哋有權去批錢俾一個項目嘅時候，而我哋冇權或者我哋冇能力去監察呢個項目嘅時候呢，我哋要慎重考慮係咪批錢俾呢個項目。咁頭先我哋講咗三個啦，總共我講咗三個行政會議嘅成員。因為陳偉業後來呢再講咗一次羅范招芬嘅問題，所以我要交代返少少個基礎資料，如果唔係對大家都唔公道。咁頭先我嘗試讀出一份呢就係、是、由852郵報所出嘅報導，就係、是、全羅范接任科技園主席，梁粉勢力跨界插旗。咁呢個報導其實呢都唔係一手資料，佢係引述返經濟日報嘅報導。經濟日報的報導就說，一直推動設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梁政府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招芬，據悉將會獲委任為香港科技園公司括弧科技園的主席，接替6月底任滿的蒲綠旗。咁順帶一提呢，就是經濟個主席馮兆波呢，就是又是梁粉啦，即、就是梁友啦的好朋友。咁呢、這個無論是科技園或者是政府啦，都冇出嚟澄清過啦，咁我諗都幾堅㗎啦，即係雖然之前有傳聞就話羅范會做創新及科技局嘅局長，咁我哋話我呢個我就唔信嘅，因為局長就做過啦，即係冇理由跳返落嚟做，除非做司長嘅啫，冇理由。因為你第七次發言啦，所以你唔好重複其他議員或者你過去已經講過嘅觀點。好，跟住呢我補充多一位行政會議成員嘅點，我認為應該削減的就是鄭耀棠先生，他的職銜那些我不會詳讀出來了。他的罪狀是去年撐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筲箕論，本來撐都沒什麼問題的，但他的言論是說若果沒有篩選就會好像西方一些國家那樣，有些驗性都出來，即是我引述，好像西方普選那樣整了些驗性出來，咁係咪我哋想見到嘅呢？嗱，講呢啲說話個政治智慧當然係極低啦。但係平機會事後都認為，有關嘅言論可能會令人覺得從事某一個職業嘅人士係唔應該享有參選嘅權利，可能會對該等人士唔公平，言論係極不恰當。身為工會嘅資深領導人，原來有職業歧視，驗星呢個職業係我哋唔想見，是不想他有機會參選，所以要篩選呢將他篩走。鄭耀棠今年3月都表示，中央希望香港邁向民主，但不希望普選問題導致七國禁亂甚至出現不任命的情況，故此寧可在提名階段找緊一點，確保100%安全。咁呢，佢亦都曾經呢係試過公開恐嚇香港人啦，只有部分北京官員係考慮向香港發旅遊警示，建議北京旅遊總局發出旅遊警示。他隨即回應表示，千祈不要，否則只會累死香港人，似好像為港人著想。其實之後他就補了一句，他說搞亂香港只是少部分香港人，但這個呢是一個危言聳聽。好，行政會議部分呢我是交代到這裡，跟住呢我要支持的是修正案編號第25，陳偉業議員提出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全年酬金的預算開支。我雖然剛才都有些議員呢是提出過相關的論點，但我要講的呢，第一樣呢我要講的就是，根本呢梁振英是不應該委任一個現任的民選議員呢是進入政府的架構。咁喺上
上一部分呢我都讲过，咁但当时主席就话当其时我系讲緊选举事务处嘅时候唔关事啦。但我讲緊呢个职位，我系要从削减呢一个新闻统筹专员嘅全年薪金去话俾政府听，呢样嘢系不应该亦都不能够再做嘅。一个民选议员，无论佢系区议员好，佢系立法会议员好，因为佢要进入政府架构，佢必须要辞去佢嘅议员嘅职务，会启动到一个补选。补选必要嘅补选，冇办法，个钱系要用。但系不必要嘅补选就系浪费公帑。我相信建制派嘅同事都会同意我呢个讲法。不必要嘅补选系浪费公帑。咁请问？政府鑑生去委任一個現任的區議員去進入這個作為這個新聞統籌專員，是不是浪費公帑呢？這個我想都沒什麼人可以駁到我這個論點，因為香港有很多人嘛，你沒人敢出來說得馮偉光這個人可以做到新聞統籌專員，是吧？就是得他一個肯做，是吧？我想都淹過很多人啦。如果現任議員現任區議員這個應該扣分啦，因為會浪費公帑嘛。所以只是這點我不說是不是馮偉光本人，只是說的從結構上去說，政府委任一個民選議員啟動補選浪費公帑，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施政錯誤。所以希望大家支持這個編號25的修正案，以話俾政府聽，好清晰話俾政府聽，呢個行動係錯嘅，係可一不可再。馮偉光作為新聞統籌專員，首長級第四級，月薪最少有175,000港元，計及增薪後嘅最高月薪可達186,000港元。政府發言人表示，馮偉光具有公關同政治工作方面嘅經驗，當可升任新聞統籌專員一職。就此呢，馮偉光就說自己不是政府的負累，反而是增值。他說他可以做，這個又是第一個笑話啦，可以做好像白宮發言人那樣。跟著第二個笑話呢，就是當人問他覺得自己適不適合出任新聞統籌專員的時候，就三個字，不予置評。那有關的言論呢，隨即亦都係俾好多市民去嘲笑啊，質疑佢有冇能力去收咁高嘅人工去做呢一個新聞統籌專員。佢好似為政府製造醜聞，而唔係去處理新聞。好，跟住要論述佢不稱職，唔能夠去做好呢一個位，做好呢份工，所以呢去 cut 佢嘅人工呢係合情合理嘅。馮偉光本身呢係從事公關公司，創辦咗靈思公關服務，去年呢係投得並安排藝發局選舉嘅工作。點知呢嗰次選舉嘅安排呢係出現非常之大嘅錯誤。舉例，正常嚟講每份選票呢應該10張紙，分別呢係選10個藝術嘅界別範疇。但係呢大約5,000張選票中呢是有3張選票呢被選民發現是釘了11張紙，即是重票，其中一個範疇呢是釘多了1張，另外呢有5張錯版，亦都就被公關公司自己發現，即是總共錯了8張，結果呢要延遲6個鐘頭才開始點票。當其時呢我們在民政事務委員會呢是質問過政府，當其時我覺得最有份量的評論呢就是鍾樹根議員啦，我引述鍾樹根議員話：呢個唔係政治問題，其實政治都好重要，因為咧你應該揾到公平、公正、持平嘅公司。但係咧呢個唔單止係政治，呢個係連行政方法嘅問題，行政同方法都做到咁撈咁教，基本就係唔專業。如果再咁樣俾人睇，真係笑大人個口。其實引用翻呢一句阿鍾議員呢一段說話咧，都可以去支持翻我哋今日呢一個修正案，即係修正案編號25，要削減咧
馮偉光這個新聞統籌專員的薪酬。咁另一件事呢，又係同我哋本會嘅議員有關嘅，就係自由黨嘅黨魁田北俊先生，下節再補充。